福德正神报新闻，少廷包奶插花。各位观众可有留意，苹果娱乐新闻今年起走个戏说台湾路线，走上了瘾啊。这股奇风速疾农历年前开始吹起，据了解第一次扮装就上手的拍档是 JR 和翁姿曼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心谷。我是韩香谷啊，不是，我是韩香谷啊，韩香子。嘿嘿，JR可知兔子三公斤为何寄到美国变四公斤，就是因为韩湘子。哎，其实他们扮装效果颇大力，特别当时是在农历年前回归传统民俗，可烘托年味，可发思古之幽情。Oh my god！ 土地公，今天是我生日。但昨天的扮相实在是 Oh my god！ 为庆祝福德正尬的生日 ，JR 和代班主播少廷扮成了土地公和土地婆。三十二 B 少廷以内衣女模身份崛起，拍过陈打性感火辣的写真。但他出来苹果报新闻，不但疯了内内，还成了土地娘娘。今天是来代班，所以我不知道平常状况是不是就是这样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不，平常不是这样的。娱乐女主播通常会穿得很娱性呀。看这双非比寻常的土地公婆，接下来还报了时尚新闻啊，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后现代冲突感。我们好奇翻开农民历，下周一农历二月初六，住在西王母对面的东王公生日。哎，这样会不会扮成东王大帝播报奥斯卡颁奖典礼？好不期待。其实啊，要庆祝生日有很多方法吧。即将来临的三月一日是小贾斯汀生日，我看只要发片够大，慢慢也可以反串一段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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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帮小天王祝寿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至于三二八则是 Lady Gaga 的生日，主题是她有多好发挥，就不用多说了吧。苹果娱乐新闻，三月十一观世音菩萨生日，可别打歪主意啊！报道。